亲们们，你一定要知道的武器调整。一 ,CBR4 下调受击上台，更改右向上的突变弹道，持续开火后坐力更均匀。本就不错的属性呢，这样一改就几乎没有缺点了。兄弟们，这是最新配件。298K 默默无等他呢，终于迎来了升级，减少裸枪开镜时间，减少射程配件开镜时间。对于炫狙玩家来说，这一波加强还是比较一般，依旧没有208和马克二强。三州长喷，降低腰射和开镜子弹散布，强化毒头弹。经过我的测试呢，现在装备毒头弹可以做到19米全部位一枪死。我的妈呀，这是喷子呀！这玩冲锋只要打得准，不就妥妥的上分神器吗？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两套配件。四双持武器，你看这沙鹰的命中率哦，再看这双持短剑的打板速度，懂吗？这是配件。对了，新传说女角色本周五就要上线了，一起来看一下实战效果吧。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动腰 over。